吃面粉糕啊，姐哈。你不会听咩？哎呦！他那一间就比较有装修了，因为以前那个
以前那个你住的时候，它都有长过里面了。我是我都有这个。是啊，是他们两公婆住也好的吗？那是两公婆受伤还有蒸水吗？是啦、啊，现在那个狗群做这样大了，真的鬼。现在老婆只是休息，现在每次休息120了的。啊，不过他的体胶还可以打包了，因为中间就不是很建议了。我们每天吃到吃到怕了。他的没有，他的云吞面你吃狗送就可以，因为老实讲他们的叉烧不漂亮。他们的叉烧真的是，他们的叉烧跟云吞真的是，因为他主要不是云吞面吗？可以看你的安全带。哎呀，有没有放啊？就好多钱啊，转来转去转没有。啊，已经有人了，今天八位。